这个毛衣真的很暖，而且大家最担心，哎，会不会很刺啊？我保证不刺，它是像棉花糖一样轻肤。你看我整个拉开，它是这样子厚棒、重棒、质感升级的毛衣，它是做这种雾蓝格，非常漂亮，非常非常耐看的颜色，它弹性超级炸好。然后整个就端一端棉花糖的感觉，然后我很喜欢它的浅蓝色，是因为就是淡淡的，然后有这种全蓝 look 的感觉。不想露肚的，你可以衔接这种中高腰裙，它弹性炸好，完全不灌风，然后整个夹口你想偷加发热衣都 OK。我觉得黑白格非常的显亮，如果呢你是想要就是比较淡淡柔柔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蓝色很美，很经典，很白。